近日，李小璐带着甜心去董璇家的亲子店体验，到场的还有贾跃亭的妻子甘薇。董璇、李小璐、甘薇罕见同框合照，照片中李小璐与甘薇更是秀出大长腿，少女感十足，引来不少网友的围观。其中李小璐与董璇合照看起来心情很好，董璇还抱着甜心合照，长发飘飘，笑容甜美，他们玩亲亲，表情十分搞怪。甜心现在是越来越像妈妈李小璐了，她吃东西时表情丰富，十分可爱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